我确定策划一个中旅行。真的吗？耶，我们终于来了。蒲岛，三大岛好适合阿娇。这什么意思啊？到底我来了一个什么样的节目？你要感受一下。我小时候对你没有什么兴趣，你就是好像在耍帅，你的背影有一种杀气。望住你两个自己人，他从小就这样，所以开出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对谢霆锋的印象不好。